求婚三年还未结婚。谭维维与男友看电影破分手传闻。最近不少明星都因为感情生活登上热搜，外界对于明星的私人感情一向非常关注。日前谭维维与男友被拍到合体看电影，谭维维长发披肩，身材姣好性感，男友留着胡须，穿着黑 T 恤，看起来非常 man。 据了解，谭维维的男友叫陈逸飞，是一位非常低调的男演员。期间陈逸飞生病住院，谭维维的精心照料让两个人的恋情火速升温。在陈逸飞出院之后，他在微博上亲切地称呼谭维维为老婆，两个人毫不避讳地大秀恩爱。早在公布恋情的时候，谭维维就说过，由于两个人迟迟没有公布结婚的喜讯，在瞬息万变的娱乐圈，两个人也难免被一分手。